哎呦，石老师没来学校真是太爽了。咱几个上班啊？走啊。上学你不上课，你偷上网吧，你看放学不回家还给我玩那个活呢。我要是你，我就多沟通，你别老和狗拳。我要是你，就别跟我犟嘴。石老师，咱俩这身体互换了。这接你的课哈。那这么子上自习吧。你刚刚不是说办公室有套卷要做吗？那这二级可做可不做都。那不行。哎，谁说上体黄？你走吧。我看今天谁敢动。哎呀，这个时候开什么会呀？你说这个咋弄？只能你替我去。哎呦我去。看来石老师对会议有些见解呀。要不你讲两句？我觉得周六周日应该上课啊。哎，继续说。周一到周五啊，放假。